是我们今天呢来台南的第二个大企划，就是呢一日阿肥。阿肥呢今天呢要篡位呢来当阿元的频道的主人，然后呢阿肥他现在在后方。阿肥，他现在就是在不爽，因为毕竟就是要拍这个企划之前呢，我已经先跟他沟通过，就是今天会来跟他一起拍这一支影片，然后他就觉得很无奈，因为为什么每次呢他都要这样子让我在那边蹭他的流量？因为呢，毕竟只要有阿肥的主题呢，基本上流量就是个保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带阿肥去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台南一间非常有名的宠物餐厅，待会就是要带他去大吃一顿，因为毕竟呢，阿肥每年的生日，我几乎都没有带他去吃好吃的，就是从我有阿肥到现在呢，也只有带他去过一次宠物餐厅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要去发掘台南的第二间宠物餐厅。不过呢，今天阿肥是主角，所以你们就只有在开场的时候才会看到我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只会是阿肥的配角而已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，一起前进宠物餐厅。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一只阿远 YouTube 频道人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请问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，阿肥？这好吃，好吃，为什么要陪我？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怎么还不赶快下车？吃的呢？现在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怪叔叔要陪我？肚子饿，你是肚子饿？你感觉一脸那种就是很饿的感觉，就是你想吃东西是吗？我刚刚帮你叫那种好吃的，然后你等一下吃就变超胖，就变那种阿肥猪，就是那种胖嘟嘟那种感觉，然后就会很肥，然后就会瘦不下来，就是很肥，很可爱 ，OK 吗 ？OK。那你等一下还要去别的地方玩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干嘛考虑一下不开心哦？是不开心，阿肥。阿肥不要不开心，阿肥我爱你，阿肥你要帮我，你要给爱我。哦，感觉好好吃哦，可是感觉有点太小碗了，会不会其实吃不够？阿元，可以等一下再点第二碗给我吃吗？我刚好看到肉鸭吐司，我肚子真的好饿。阿肥是不是想吃的？你的食物来了，是不是感觉很香啊？吃不到了，吃不到了，越来越高了，怎么办？在这边啊，在这边，要来吃的吗？给你吃喽，来吧。为什么感觉阿远的比较好吃？我想要跟你交换，我的都是蔬菜，肉肉我可以吃哦，但是红萝卜不想吃耶，我想要吃你的乳酪蛋糕，拜托。因为我比较想要吃阿远的，感觉我的比较食之无味，感觉他们的都很好吃。
哎，终于结束了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串位成功，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喜不喜欢我出现在阿元的频道。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许我可以考虑下次跟他 fit 一下，或者是这个频道就送给我也可以吧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按喜欢，也可以喜欢我，然后也可以帮我的主人阿元频道按个订阅，帮他开个小铃铛。然后我好累哦，拜拜。